副官已上线。晚上好，司法官，我会向你汇报最近的情况。由于近期新领摧毁了查萨拉移民地，新境内的联邦交通运输显著增加了。联邦加强了所有边境亲戚的安保措施，本移民地应该也会实施封锁。在你进餐的时候，收到了一封给你的加密联邦通讯来电，正在播放通讯。你好，司法官，我是联邦安全部队阿尔法中队的埃德蒙·杜克将军。联邦已经将这个星球全面隔离，我们将在48小时内实施封锁。你需要将核心移民者转移到偏远的荒野中去。我希望这些新的安排不会产生任何问题。通讯终止。我已经联络了本地治安官 James Rayner， Rayner 已经同意与你的手下会合，并护送他们前往新的荒野驻地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我们得走了。上上上！不敢相信，我们竟然会被送往荒野。这些联邦人就喜欢欺负人。出色无比！上上上！你们好啊，伙计们，我是 Jim Reno 这一片的治安官。Reno 在此，有意思。Oh yeah！ 命令已收到。我是 Jim， 这应该不错。我是 Jim， 行，你准备好就行。指挥官，指挥官，出色无比。指挥官 ，Reno 在此。什么事，长官？马上，长官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我是 Jim， 行。这应该不错。Oh yeah！ 这应该不错。报告。收到。Reno 在此。行。这应该不错。Oh yeah！ 出色无比。我是 Jim。Reno 在此。行。这应该不错。我是 Jim。Reno 在此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收到，收到。命令已收到。我是 Jim。这应该不错。有意思。行。这应该不错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马上，长官。比如陆战队员可以在此进行训练。说吧，指挥官。任务完成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我们得走了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我是 Jim。Oh yeah！ 有意思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你准备好就行。